是这样，我说那些人为什么不惜一切地追杀你，原来是为了这个。后来末将趁城中大乱便逃了出去，隐姓埋名躲在东柳林阵中，白日装疯卖傻替老板磨豆腐，到了晚上便钻进他家的地窖中安身。本想等风声一过便赶往京城面见圣上申明原委，可是没有想到没过几天就发生了官军屠阵的事情。末将当时非常惊慌，迫不得已躲进地洞之中，等我出来的时候全镇的人都被杀死了，末将心里实在是愧疚万分。你正要逃走却恰恰听到了我的声音。不错，当时末将以为大帅与那些官军是一路的，尤其是那个假狄春已经发现末将是在装死，末将心想再装也没有用了，不如拼命算了，所以才横下一条心冲了出来。明白了，完全的明白了。哦，对了，赵将军，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大帅请讲。大军出瀛州的时候，指南车是好的吗？是啊，大军一路全是靠指南车和地图同时使用。契丹大军怎么还没来？按时间算起来应该还有一会儿。嘘，你看来了。Thank you.
大帅。三位大人，还有什么话要对本帅说吗？时间还来得及。恩师，学生有话要说。说吧。而今契丹大军距崇州不过数十里路，而大将军全善才却擅自下令将左卫主力调往城外。学生万分不解，前去询问，可是大将军却说他自有妙计，再问之下他便以官职压人，不肯言明。现在当着大帅的面，大将军总可以说一说你的妙计了吧。大帅，这各位大人，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故事？一年前，一个阴谋在我的身边诞生了。首先，我发现我的管家狄春被人换掉了，而做这件事的竟然是内卫，这令我万分的诧异。不过我略施小计就识破了这个假狄春的身份，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此人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卧底在我的身边？但是随着如燕、王铁汉的出现，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卧底的假狄春就是为了东峡石谷的会战而来。契丹主力攻城了，大帅，末将还是到南门看看吧。哎，不必了。大将军，你似乎有些心神不宁啊。大帅，是契丹大军打进来了。不是打进来的，而是放进来。什么？放进来的？是啊，是被我们当中的内奸打开了铁闸放进来的。是谁？你说呢？大将军，大帅，末将。是他啊。是他。嗯，恩师，你不会弄错了吧？秋静啊，在这出戏里你隐藏的最深，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你服务，不是吗？大帅，您在说些什么呀？起初我确实非常相信你的话，认为王孝杰就是内奸，因为你的一番话合情合理，几乎没有丝毫的破绽。于是第二天我就赶奔了你所说的王孝杰隐藏大军物资的那个平山西坳，恰恰是在那里我发现了你的第一个破绽。大帅，这是什么？我在那里发现了这个，看看这靴筒里面写着几个字，崇州捕。这就说明那些看守大军物资的人根本不是王孝杰麾下的右威卫军人，
而是你手下的崇州捕快。紧接着，我又发现了你第二个破绽。还记得你当时的叙述吗？你说你手下的探马躲在山坳之中观察，看到了那个白衣女子率领的紫衣人在转运大军物资。我说的不错吧？不错。可是那个山坳之中根本就没有藏身之所，四周是一片荒草，别说是一个探马，就是一只兔子也藏不住。大人，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这四周的悬崖真是又高又陡啊。是啊，怕有十几丈高呢。杨芳啊，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是。你慢点。费了半天劲爬上来，看不见谷底啊！好好，一会儿就下去啊！别，你还是看明白了再说吧。当时我想，会不会探马是躲在山顶之上向下瞭望，于是我便率人登上了山顶。但是由于山势过高，人在山顶之上根本无法看清谷底发生的任何事情，因此当时我就断定你在撒谎。你说的不错，确实有人将大军物资转运给契丹，但不是王孝杰，而是你。第三个疑点就是那个吴大憨，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实话。如果他真是给王孝杰送信的奸细，那么此时王孝杰已经逃往契丹，他为什么还不说出实情呢？经过再勘东柳林镇，通过探访突厥十国，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吴大憨的真实身份，他就是瀛州大都督赵文慧。是他。赵文慧率部从瀛州出发，转进突厥，路经崇州。你以劳师为名，命人暗暗将西铁石放在了指南车上，致使指南车失灵，赵文慧部误入契丹境内。而此时莫绰的手下哈日勒率领着一支鹰师，扮作了契丹军队的模样，在峡谷设伏，这才致使赵文慧部两万大军惨遭伏击，全军覆没。所谓赵文慧部失踪的真相竟然是这样，那么大军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突厥的金山呢？事发之后，哈日勒命人将尸体装上马车，运到了突厥的金山，为的就是造成两国之间的误会，从而引发大周与突厥的战争，他们便可以从中去利，夺我大周天下。当时赵文慧已经发现崇州有内奸，于是他只身逃回崇州，给王孝杰报信，深夜面见了王孝杰的亲信孙副将，请他将消息送往军前，要王孝杰小心。然而这个孙副将却并没有出城。不错，学生问过密探张康，当夜的确没有人出城。而你却说孙副将连夜出城给王孝杰报信。不错，这个孙副将确实是去报了信，但不是给王孝杰，
而是给你囚禁。不错。于是，你命人连夜抓捕赵文慧。走，进去，进去。赵将军，别来无恙啊！刺史大人，既知文慧的身份，为何还要抓捕于我？听说赵将军要大将军府的孙副将给王孝杰送信，说崇州有内奸。不知道你说的内奸指的是谁呀？你我心知肚明。看来你只有到阴曹地府去申冤了。来啊，走！砍了！是。然而，令你没有想到的是，赵文慧打伤了行刑的军士，逃离崇州。这令你深为恐慌，因此你派人四处追杀。可这个赵将军既然已经得救，为什么不说出实情呢？这一点很好解释，因为赵文慧看到我给邱静官复原职，又判定王孝杰私通契丹，因此他认为我与邱静是同党，这才致令他心存恐惧，缄口不言。是这样，就在邱静全力追杀赵文慧之时，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率残部退回崇州。他责问你为什么不为大军提供转运，为什么在危急之时挟私报复。同时，他也听说了赵文慧之事，并派人四处寻找，这就更增加了你的恐惧。于是，你便向你的主子萧清芳禀报，这样一条苦肉之计就诞生了。苦肉计？而是什么苦肉计啊？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对邱静充满了愤恨，这一点萧清芳非常清楚，想要封住他的嘴是不可能的。果然，王孝杰写了唐报进京告状，这份唐报就是由王铁汉带出的。恩师，当时贺兰义在他们手中，他们为何不像从前那样截住唐报而后将其换掉，反过来灾害王孝杰呢？因为今天邱静诬陷了王孝杰，明天圣旨就会下达将王孝杰押解进京，一旦王孝杰向皇帝禀明实情，那么邱静就不是官位不保，而是性命堪忧。想到了这一层，他们决定让王孝杰的唐报先落入我的手中，然后再转呈皇帝，这才有了永昌遇险的那一幕。哦，然而铁汉身上的那份唐报也已经不是王孝杰的原件了。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份唐报，
那里面删去了有关赵文慧下落的一节，就连邱静拒绝为大军提供转运一事都没有提，只是我问到铁汉时听他说起的。于是我上奏皇帝，圣旨下达，邱静免官借京，王孝杰安然无恙。大将军王孝杰是一个行事短视、毫无远虑之人，他一见皇帝没有责怪于他，也不再拒表上臣真情，此事便不了了之，这场苦肉计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接下来一场让邱静复位、嫁祸王孝杰的阴谋就开始了。您是说劫杀牵牛卫的紫衣人不是王孝杰派出的？当然不是，那是邱静自己派出的。他这么做，第一是先将他自己保护起来，不至于落入朝廷之手；第二，就是为了嫁祸给王孝杰。然而半路杀出个李凯固，又恰巧被元芳看见，此事就显得更加自然真实，更加可信。而与此同时，我们走访民间，正好看到了宋无极血洗东柳林镇，夏瑶洼官军杀粮冒功，这一切都使我对王孝杰非常的不满。然而到昨天我夜审宋无极时，才终于明白。宋无极，事到如今你还不从实招来？是是，末将虽隶属右卫卫，却在几年前加入了一个密团。什么密团？叫蛇灵。那么血洗东柳林镇是不是这些人让你们去做的？正是，他们听说您要到镇上私访，这才飞鸽传书命我屠镇。听了他的话之后，我立刻明白了，宋无极和那个孙副将一样，都是暗中听命于你，替你充当爪牙。搜查东柳林镇确实是王孝杰下的令，但只不过是为了找到赵文慧，而你们就是怕赵将军落入我的手中，因此才暗命宋无极屠杀镇上所有的居民，这样一来可以杀人灭口，二来又可以灾害王孝杰，真是一举两得呀。而后就出现了李凯固和元芳被化妆了的贾迪春绑架之事。凯固兄，无影针就在你手上。你不是李凯固，你是谁？其实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引李元芳去救李凯固，李凯固是个直肠汉，必定会带元芳去见他的好友邱静，只要元芳见到了邱静，听完他的一番话，就定然会将他引荐给我，于是邱静就顺理成章毫无破绽地站在了我的面前。哎，为师，这个计划真是太精细了，每一步都如同真的一般，难以找到破绽。是啊，与此同时进行的就是逼反大将军王孝杰的行动。王孝杰这个人性格乖张，桀骜不驯，且行事鲁莽，目空一切，他们正是攻其弱点，命卧伏其身旁的将军苏鸿辉一步一步将王孝杰诱到了叛反的边缘。果然客栈之前射伤了李元芳，使王孝杰彻底绝望，于是他想逃出崇州返回京城，但是他没有想到。鸿辉啊，
好像这条路有些不对啊。大将军，这条路位置非常熟悉，肯定没错。嗯，驾！大将军，末将在此等候多时了。你们什么人？放箭！大将军，到了这个时候，您还能去哪里呢？不如投降契丹，定能保得荣华富贵。你原来是契丹的奸细！嗨！一失足成千古恨呐！王孝杰为契丹所掳，这正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崇州只有你邱靖一家之言，令我无从对质，无从排查。哼！好一个滴水不漏的枯肉之计！大人，你说的对，你算的也很精当，但是已经晚了，契丹大军已经攻进了你的大帅府，识相赶快跪地投降，献出帅印，否则将死无葬身之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将军。是你，小杰。小杰，小杰，大帅。小杰鼠窦鸡肠，出尔反尔，管窥一侧，恩将仇报，竟以亲为仇，公然反叛，实在是罪该万死。请大帅即行处置。小杰绝不明冤。好了，小杰，快快起来啊！也怨我事先没有向你言明，阴差阳错才酿成大祸。大帅，小杰愧悔难当，情愿一死。好了好了，快快起来啊！能够让咱们的王大将军真心认错，真是不容易啊！啊，元芳。元芳将军，你险些命丧我的手中，可最后救我的却是我要杀死的人。我王小姐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有一点，从今往后，孝杰的命便是将军的命，我二人一命同心，请将军不念旧恶，弃愿下救。哎，大将军，你过谦了，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后休要再提此事，你我倾心相交，情如兄弟。嗯，元芳。凯固兄，你又给哥哥找了个好兄弟啊。启禀大帅，末将率右营将士在斜勒里给李进忠的腰眼子狠狠戳了一下，他的一万前锋已被全歼了。好啊，凯固，你做得好啊。大将军，李凯固是个粗人，误会你了，别往心里去啊。凯固者，大将也，率性直肠之人啊。刚刚你跟元芳认了兄弟，也就是我兄弟了，我就不客气了啊。好啊，大家本来就应该亲如兄弟嘛。哎，我说像你这样的大哥，平常少说几句废话就行了。嘿，这丫头见了面就没好话。奸贼，算我瞎了眼！来呀，在，将邱靖给我拿下！是是，走走，快走！凯固兄，恩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曾太啊，在我明白了一切真相之后，我立即派元芳和如燕赶到契丹老巢，救出了大将军王孝杰，而后又请吉利可汗将青石谷中哈日勒的那只鹰狮的指挥权交予了王孝杰。这只鹰狮本来就穿着契丹军服，这样孝杰便率领这支队伍扮作契丹大军向崇州进发。由于距离很近，孝杰军先于契丹前锋抵达崇州城下，城中的奸细不察之下打开城门，孝杰进城之后四处埋伏，等待真正的契丹前锋进入伏击圈之后
而后关门打狗。哦，原来是这样。那凯固将军呢？哦，刚刚你不是还在告全大将军的状吗？啊，其实是我用飞鸽传书让他将主力调出城外，由李凯固统领，只待城内伏兵一起，立刻率军进攻尚未入城的契丹部队，这样前后夹击，全歼其前锋精锐。曾大人，您现在明白了吧？全大将军是曾太愚鲁，这怎么能怪大人呢？是末将情急之下无法言明啊。这里是蛇灵设在崇州的分坛，看来大姐他们已经撤走了。如此说来，事情还没有完结啊。大人，您说什么？几年前的幽州，而今的崇州，这些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如烟呐，从今天起，你还是叫我叔父吧。我有三个儿子，我兄长有两个儿子，身边就是少了个女儿啊。今天我因祸得福，收了个侄女。哎，元芳，叔父在上，请受小女如燕一拜。哎，好孩子，好孩子，快起来。哎，从今天起，你就算有个家了。叔父，我崇州大军全歼李进忠部120,000人，斩李进忠首级，不日将回朝献捷。太好了，太好了，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崇州万岁。Thank you.
朕迎接。是。率班师奏凯，得胜还朝。臣狄仁杰率崇州众将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赐大元帅酒。是。等等，陛下，您还有什么吩咐？朕要亲自敬酒。臣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兼崇州大都督狄仁杰，率麾下大将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右威卫右营将军李凯固，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向吾皇万岁恭献大捷。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元帅平身。臣万死不敢承陛下降阶之礼，请陛下回銮。请陛下回銮。欢迎平身。谢陛下。谢陛下。降阶之礼自有礼之始，乃为各国元首族长而备。然今朕破格用降阶之礼，是为了告诉世人，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他是用我边关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我大周有大将，我大周有忠良，我大周有忠诚的千百万士兵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拿酒来。陛下，你辛苦了。谢陛下。孝杰，你身为大将军，击破正面之敌，绝功甚伟。啊。开顾，陛下，你大破契丹主力与孤盟，斩李进忠首级，功在社稷。谢陛下。元芳，你亲身用命屡挫奸党，令战役顺然得胜，你竭功之首啊！来，赐酒。
陛下，这杯酒臣可以转敬吗？当然可以。大帅，小杰，小杰，以陛下赐酒，转敬大帅。你是帅中之帅。小杰，好吧。全仗众位将军。元丰将军，我们同敬大帅一杯。好。还有朕。陛下，还有朕呢。阿英，这杯酒朕与你与众爱卿共面之。谢陛下。谢陛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哎，来了，元芳啊，来了啊。大人，您的侄女来了，您应该高兴啊，怎么跟我说啊？老爷，老爷，如燕小姐来了。哦，元芳来了啊！小女如燕拜见叔父大人。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进府吧进府吧。嗯。小姐，里边请。哎，走吧。走吧，小姐。如燕啊，来来来，哎。嗯。如燕，嗯，你对这里应该是不陌生吧？那是当然，我好歹也在这儿住了那么长时间。东跨院已经给你收拾出来了，你还住这儿？好的。如燕。这是写给你的信。什么？写给我的？嗯。怎么了？是大姐写的。萧清芳。贤儿，我会永远盯着你，直到你死。大人，看到了吧？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Thank you.
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